你还在靠吃薏仁汤美白皮肤吗？试试这款雪佛兰薏仁面膜吧。每次只要熬夜，隔天皮肤就会变得蜡黄又暗沉。来使用看看雪佛兰薏仁面膜。使用之前记得先做好脸部清洁，与脸部清洁后再取出薏仁面膜敷于脸上。选用台湾在地植萃彰化二林红薏仁。面膜薄透好服帖，再停留10到15分钟。哇，敷完的皮肤白嫩透亮感，记得脸上的精华液可以按摩皮肤自吸收哟。看了上一张的使用前后啊，皮肤真的有比较透亮。那会想要使用它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还蛮常熬夜的，早上起床之后那个皮肤有敷跟没敷就会觉得差很多，想要提亮焕白的皮肤你也赶快去试试吧。还有许多全系列品项，赶快去体验吧。